Hallo, mal an.哎，现在是什么状态？Hello，吐司吐司，Hello。Hello，晚安大家。一秒一秒感想，终于可以播出一秒一秒也好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了，是不是？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已经。哎，谢谢阿轩的哇、哦，谢谢阿轩的一生一世烟火，谢谢阿轩的一生一世烟火。已经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说的吧？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说的吗 ？Hello，Hello。Hello Ray， 今天不想听，为什么？你听了很多次了吗？没有事情可以阻挡我。对啊，我们今天可以进行一秒一秒解析啊。大家听了很多遍之后有什么感想？十月都还没买，你们都还没结束，你们都还没下单，就想要我讲十月的升学。谢谢廷瑞的银白蛮花，每天都在听，很好。时光的风景，很早下单。对啊，秘密解封很多，导致我现在发文很多。哎，谢谢洛克的人气五二零告白气球。可以多留吗？你要啊，唱错段。你还没哦，我还没业配就买了。抱歉抱歉，我的这个业配排程就是，我的业配排程就是比较丰富一点。谢谢辉仔的人气窝林告白气球，谢谢阿轩，阿轩不当压线仔，赞赞。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想要的拥抱，谢谢廷瑞一生一世烟火。大家今天怎么都放烟火？我现在来看，大家还发文啊？算了，我等下再看那个发文好了，因为我才刚发文而已。Hello， 盛汉晚安。Hello， 这什么念啊？强强吗？哈塞反空包包，网袜你应该不常穿吧？我超不常穿的啊。哎，我之前那个什么，有一集那个放下偶包，谢谢默默的银白麻花。放下偶包有一集，我好像也有试过网袜。对啊，我平常根本不会穿网袜。我觉得网袜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哎，就是它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什么？为了什么穿那个袜子？谢谢 Holy 的玫瑰，晚安医生剧，晚安。Hello 阿胜，晚安小薰。Hello 盛汉，冰雨应该每天都被新单洗脑吧？到处对啊，到处买东西。谢谢 Holy 续费一个月。Hello Tammy Chan。Hello 初风。Hello 瑞龙。网袜真的是很神奇。Hello 豆力王，只为了好看。对啊。Hello 威卢。腿变长，就是高跟鞋跟角度啊，只要有高跟鞋跟角度就可以。这个月买太多了，你们应该这个月买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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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很多很多产品，这个月有很多东西要付钱。对，谢谢吐司吐司，单曲每日一听，每日要很多听。Hello 又加。Hello 有哥 ，Hello 天之主车车，对，钱包阵亡，幸福的烦恼这样子，又要背叛钱包。
谢谢旋转木马，谢谢 Jessie 九九的旋转木马。Hello 经验 ，Hello Oh My 天 ，Hello 潘，我不是穿马友的衣服，你说马友的那一套吗？对，我穿的是别套，我们有搭配了一下风格。对，你买到光南的第一张哦，恭喜冠德。要不要再听一次？好像可以哦。嗯，哎，既然广告，看一下广告。Hello 国树，哎，怎么卡住了？谢谢深寒的红玫瑰，怎么卡住了 ？Hello 落日 ，Hello CY One， 听，哎，怎么卡住了？为什么啊？谢谢勇哥的一起散步，谢谢舅舅还没拿到 CD， 谢谢舅舅是缺货吗？还是现在什么情况？解释 MV 剧情，我昨天有解释过 MV 剧情啊，你有没有看昨天的直播？我昨天有解释 MV 剧情，我 MV 刚刚跟你说一模一样。哎呦，那你蛮会哦，蛮会看的哦。Hello 北原 ，Hello 糖糖 ，Hello 喂鱼 ，Hello 寒霜 ，Hello 夜风，就是。MV 就那样 ，MV 就有很多大家有很多种解析啊，对啊，你以为是开玩笑？不是啊，是真的是那样子啊。没有啦，我觉得每一个人你要等到月底才能填，没事啊 ，Jessie 九九还久。Hello 乌鱼 ，Hello 威卢，没有啦 ，MV 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就跟歌词一样啊，每个人听到歌词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嘛。像我听到，我就会觉得就是。想要画，譬如说想要就是化作泡泡飞到大家身边呢、啊，跨越这个距离嘛。因为现在大家的人与人之间距离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拉开一点，所以希望可以化作泡泡，然后飘到大家身边，对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次歌词还蛮有寓意的，对。Hello， 吐司吐司，谢谢天兔吐司车的掌声鼓励。是不是还会来个合照，会乱录惊喜？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呀。你好厉害，居然有第二种感想，什么意思？你说歌词的感想吗？一张我的声写都没中。我三姐可能不巧都没有漂洋过海，对。哈喽福福猫 ，Vivo Yaku Yaku Shimashita， 哎，ありがとう，嬉しい哈先生，待ってるよ。有跟我们讨论过吗？这次的部分应该是历史经验吧，历史经验得知，对。哦 ，Killer 有中我的，恭喜 Killer。早上尽总有一天一定 Hello 嘎比嘎比晚安大道你换离山腰幸福感重逃舒文克中了四张我的全身哇也太中太多张全身了全部都是全身怎么都是全身的但你还有一箱土著是一定会开到我的啦一箱有几个啊？一箱是怎么样计算啊？一张是有几个？把我打爆！天主主，这张十张都没有我，奇怪，我都去哪里了？好妙！还要再买吗？当然要啊！你没有看到我，当然要再买一下啊！就是说，四十张中两张，你的算好吗？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好像算不错。哎呀，土司有100张哎！一箱是100张，那土字土字可以慢慢填呢、欸，慢慢填。现在都凑手凑不到，没有没有，这就是看情况啊，就不一定，就是一个缘分。你还有12张，搞不好有机会。Hello 黑杰克 ，Hello 秀一，没推的反而比较抽中你，容易抽中我，有点像那种墨菲定律，你们知道吗？就是越不想要，就会越会发生。哎、欸，今天的光怎么那么黄啊？为什么？我今天好黄哦，
是不是有穿蓝色衣服？是不是蓝色衣服？但我很黄啊。Hello， 晨晨。那我们说好，现在大家可以先短暂不推我，这样子。哎，我先脱下衣服。我变白了，有吗？我刚好黄了，我蓝色把那个叫什么平衡吸光吸到了，对，吸到我的光了，有没有？我现在变白了，哎，有没有？我变白了，有广告，我变白了。Hello， 流星麻将 ，Hello， 天竺鼠车车。要听什么？要不要先换一首歌？我当我的腿变长，我的腿有变长吗？我跟你们说，我没有长高哦，这个我很诚实，我没有长高。对，要听什么歌？嗯哼，好，先听一点别的歌，最后再来放这首，好不好？Hello， 小黑黑，先写中谁，握手就舔谁。哇，你这个也太……那我真的希望你抽中我、哦，希望可以抽中我。那希望大家全部人都可以抽中我，好不好？吧吧吧吧嘞，呀咿呀，吧吧吧吧嘞，咿呀咿呀。要播什么歌啊？播这个 ，Hello， 呀，哎，怎么念 ？Yap， Yap，Yap， Daisuki desu， 啊，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よかった、ハセさん。Hello， 陆家人有梦想的 ，Hello， 小佑，我是不是特别难抽？我没有吧？我没有啊，我觉得他们是随机啊，他们就是随机的，这个可能是。就是缘分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命，这、就是命。Hello， 博成 ，Hello， 冰冰 ，Hello， 双眼 ，Hello， 俊朗。可是你们应该可以那个叫什么，互相交换啊？哦，对，今天有异想天开哦，但特辑我就不跟大家一起看了，因为特辑是一个需要在一个集中精神的状态看的。谢谢博成的直播的小狐狸 ，Hello 回回，我们没有缘分，就是因为没有缘分才更要来握啊，对不对？因为没有缘分，所以就是要自己创造这个缘分，自己创造这个机会，是不是 ？Hello 克里斯晚安 ，Hello L，Hello 李真，谢谢克里斯的金色芒花 ，Hello 阿宝，谢谢克里斯的银白芒花 ，Hello 谢谢回回的猫铃铛。谢谢克里斯的银白漫画的你会不会呀？我今天忘记拿麦克风了，我今天没有麦克风。谢谢廷瑞的银白漫画 ，Hello 奇威，谢谢廷瑞的银白漫画，今天没麦克风了啦。Hello 加蛋娃，谢谢嘎逼的野贪婪，谢谢冠德的枫叶。谢谢加蛋送我一生一世烟火，今天大家都放烟火，哎，为什么？跨年要跨年了吗 ？Hello，Hello， 吉米粥，谢谢加蛋的一生一世烟火，谢谢，谢谢奇威的银白芒花，谢谢奇威的银白芒花，谢谢 Hello 水锤，谢谢奇威的银白芒花，谢谢吉米粥的粉色兰花。过去我只想见你，谢谢洛克的 Have Fun， 谢谢洛克的 Have Fun 抽奖礼物哦，是哦，谢谢大家放烟火，谢谢 Daisy 九九的粉色漫画 ，Hello Kevin Ren，Hello 红，谢谢 Daisy 九九的粉色漫画，超温柔，还帮你送游戏，我本来就是一个温柔的人，好不好？谢谢吉米粥的全力声援，我本来就很温柔，好不好？Hello， 瑞荣，我本来就是一个温柔的人。谢谢吐司吐司的520告白气球，
拔剑很快，技术很好，是不是？谢谢后影的野蛮全集，谢谢嘎逼的相遇。施压是人设，对啊，施压是人设啊。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太温柔我会怕，为什么 ？Hello Police， 你们是有什么毛病吗？谢谢 Daisy 九九的全力声援，平常也在拔剑，拔剑速度是非常的快，大家小心，我平常在练，平常有在练功的好吗？大家，我愿意。有个人设是琵琶，对啊，琵琶就是一个气质温柔的存在 ，OK。乐天耍一个对的，直接 close， 直接把蓝蓝 close。一个不温柔的人突然温柔起来，通常很恐怖。你是说通常是有那种目的性的，是不是？没有，我这个人本来就很温柔，是你们就是误会我了，你们对我有一些误会。Hello 嘉宏 ，Hello 坤坤 ，Hello 志祥，现在都不弹琵琶，现在也没有不弹琵琶，哎，玩球 ，Hello。现在也没有不弹琵琶，是比较少比较少弹琵琶，就是现在不是走这路线，对，现在没有这个路线，对，因为我的琵琶，其实真的没有，我自己觉得我真的琵琶还有很多不足啊，我是，对啊，我琵琶真的还没有到很厉害。晚安修哲，吉他也没有到很厉害，真的就是没有说非常有自信。哎，等一下，这个是 MV 版。等一下，对，乐天行是乐天年历吗？哎，他们好猛哦，他们出好多本哦，他们每个人都出一本。那这样子，球迷要选哪一个人？好难选啊！如果要是我，一定有选择障碍。啊，干脆全部都买下来啊，然后就是一人一个月这样子。突然也袁美牙，你说小新的妈妈吗 ？Hello 小红 ，Hello 阿北，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希望好人不要学习，我们的话比较有难度啦。对啊，我觉得，因为我知道的是他们出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出，可是他们其实是每个人负责自己的。就是怎么拍摄跟那些负责自己的，就是好像是每个人负责自己张罗自己想要怎么拍，然后想要找谁拍，想要什么妆法，想要什么衣服，对，因为球团可能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多人吧，对啊，所以我们就比较难用这个模式啊，对。年纪是耶、yeah, ，谢谢 Dray 给我买年历 ，Hello 小欧真的买起来，大家 Hello 我们 Hello 天天。对啊，他们是分开处理，就是自己去完成自己的，就是也不是他们分开，也不能算分开，就是他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对啊，画画比我漂亮吗？我不靠画画的。Hello， 风风，我是不靠画画的，我靠的是创意，你们懂吗 ？You know， 是创意。OK， 谢谢羚羊下单。Hello， 有家。Hello， 飞。思思的飞车晚安。我的写真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到写真呢、欸。等我先瘦身。今天腮红好看，真的吗？开心，被天天称赞了。希望天天可以天天称赞我。今天腮红不错，今天的妆还不错吧？对啊，你们想必知道我今天有工作了吧？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妆就是有工作的妆，哎，怎么不要天天五单8888就出彩？不是嘞，8888不是出写真，好不好？8888的奖品还没有揭晓，要慢慢来，慢慢努力，好不好 ？Hello Free Pass， 对，看得出来有工作，对啊，今天有工作，今天最近就是宣传，因为我们10月15号发行嘛，就是开始宣传，对啊，谢谢天主说真的，看好你哦。会放弃内衣写真跟比基尼写真的一天吗？这个我不知道，哎、欸，这个要看公司的规划。对啊，
嗯，还有看大家的年龄吧，还有看大家的身材吧。对啊 ，Hello 乖乖 ，Hello Miso，Hello 这也是属于九九的缘分。对啊，你们想看吗？你们很想看吗？你们想要我们出是不是 ？Hello Oco， 晚上吃了吗？吃了，吃晚餐了。Hello 雅雅 ，Hello 蓝武士。对啊，可能也是要看年龄。晚安 Oco，Hello 呱呱。月亮下不，我出就好哟。我出你们会买吗？现在叫我出的人，我如果真的出，你们都要买啊，不然到时候就很难看。对，美丽，我讲年龄，我是讲说大家，我不是说我的年龄，我是说 everybody 好不好 ？every member， 对，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谢谢杨公公的红玫瑰。哎，我今天有橘子，也是有水果啊，今天还是有水果，认真吃水果。谢谢杨公公的猫铃铛，谢谢佑家的红玫瑰。哎，怎么拨不开？谢谢安的 Purple K， 谢谢安的 Purple K。其实我这个人没有很喜欢吃橘子，就是柳丁跟橘子，我比较喜欢吃柳丁，因为橘子真的很容易吃到酸的。所以我个人是，可是因为现在好像是橘子的季节，好像有一个季节是那个冬天是橘子的季节。谢谢廷瑞的野餐篮，今天一想其他人穿的泳衣你都接受，哎，他们的尺度都是很威猛的，好不好？他们都是很威猛的尺度。对，谢谢 Police 的支付的守护灵，谢谢哈塞桑的看好你哦，还没冬天呢，怎么有橘子了？我妈的水果。我刚没骂脏话，我妈妈的水果差一点，我妈妈的水果走在很前面哎，对，实在是走得很前面，对，吓死我了，我刚刚。你很诚实，好好算了，天天那么诚实就不怪天天了。DDP 大家都蛮大，大家都在默默的成长，对，你们都在看着我们长大。你们也在看着我长大，你们在陪我长大。对，不喜欢吃也不要骂，我没有骂好不好，我是刚刚讲话讲太快了好不好。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你刚刚没听到，没事啊，这种事情不用听到啦，这种事情不用听到。我可以看在你身边，对，从小看我长大。今天怎么会全妆？今天有工作啊，现在发片了，宣传期啊，小声一点好了，发片宣传期啊，当然会全妆啊。我在哪里？我在台北，从漏电看到现在，从高中就开始看。没有啊，你们大家都看过我小时候啊，我跟我妹小时候。对，今天睫毛好看，其实今天睫毛已经有一点掉下来了，早上更翘。对，对呀、啊，会看到我结婚吗？我嫁得出去吗？我还没有想我嫁不嫁得出去这件事，还没有想到呢。我先想我那个有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对，先想握手会有没有办法玩手，先想生前证卖的好不好，对。今天妆是化妆师画的吗？不是啊，是我自己画的啊。对，是我自己画的。从毕业旅行看到现在，黑暗 MV 毕业旅行。我可以将三千，啊啊，像影子追着光梦游。谢谢天主主车车的真情告白，谢谢天主主车车的真情告白。嫁出去有点难，这部分还没开始担心，先担心别的事。就是有其他事情比较需要担心，对，先不担心这个，我们先担心事情都有轻重缓急，那个先来后到，我们先担心这个会发生的事情，对。哦、oh, ，Hello， 唐海小弟，晚安。嗯，我被我妈骗了，我妈跟我说这橘子很甜。可是超酸的，我真的不喜欢吃很酸的橘子，哎，好酸啊！我妈还跟我说很甜，她对甜的定义是什么？
超酸的。哦，谢谢大爱小弟，那么绿没好事，没有，你知道每一颗都是绿的、欸。然后我妈妈上次吃，我妈妈上次吃那一颗也很绿，可是她吃的时候，她竟然说：“哦，这橘子超甜。”然后我想说：“真的假的啊？”结果还不是很酸，很酸哎、欸。可是我剥开了，还是我留一半给我妈吃。嗯，很酸。哇，那个冰淇淋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你太怕酸了吧？没有，跟你们说，草莓真的酸的话会很酸，真的，你们不要被骗了。草莓真的酸起来真的是很酸，没有在骗，没有在骗，草莓是会酸的，橘子也很酸，真的酸起来都很酸。其实我真的很不懂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吃酸呢、欸？像小迪也很喜欢吃酸，我都不太懂，不懂大家喜欢吃酸啊？可能，但我也喜欢吃苦瓜，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喜欢吃苦瓜？草莓副食品比本尊好吃。超级同意，草莓就是一个副食品比本人还厉害的人。螺蛳粉不酸，螺蛳粉不酸，螺蛳粉只要不要加很多酸的，就是调味料包不要加很多酸的，螺蛳粉其实不酸，螺蛳粉是辣。对，草莓都沾白砂糖哦，真的假的？你可以，我知道是可以加炼乳就可以综合掉那个酸度，可是因为我家平常不太会买草莓耶。Hello 黄鱼，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家很少出现草莓这个水果，可能我妈妈不喜欢，或是草莓可能很贵吧。对，我家几乎不会出现草莓。对，每次看我吃酸就很好笑，因为我真的吃不了酸。伟霆晚安 ，Hello 佑佳晚安，我也觉得应该是贵，我也觉得应该是贵，因为草莓是真的贵。草莓一盒买下来是真的贵，对。但我很喜欢，因为像我很喜欢吃芭乐，然后我家就也蛮常出现芭乐，因为芭乐应该蛮便宜的吧，说实在。可是每次就是因为我就是像我妈妈可能会去市场买水果，然后买的水果就会比较便宜。然后如果我今天自己想吃水果，然后我如果在便利商店买或什么的，那就超贵，那有一盒芭乐就很贵，根本买不下去哎、欸。所以我平常我觉得就是像我跟我爸妈住，所以我觉得还蛮常有机会吃到水果。可是我觉得自己住的人真的很少，就是会忘记要吃水果哎、欸。谢谢 Oco 的红玫瑰 ，Hello 志伟。因为如果我爸妈没有买水果，我自己是完全不会去买水果的，对。我吃芭乐真的满足，我超爱吃芭乐，我真的，我妈妈每天给我吃芭乐都可以。对，我家没有后花园，我家还没有开拓到有后花园。对，哦，对啊，我妈还会切好水果那样，嗯。我只会泡面，嗯，我只会买螺蛳粉，外面买的水果都偏贵，对啊，水果只能去那个水果行买，对。哎，我突然想到，我是不是要跟大家说，要与我之前跟金沙共游的事情啊，我完全忘记了、欸。我刚刚想说。我怎么记得我有一件事情要说，可是我忘记是什么事情了。他说啊，对，我要跟，可是我没有，我忘记了。可是我照片没有找哎，我看一下照片在哪里。我不知道照片在哪里哎，我看一下。有照片吗？这里？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照片。我不知道照片在哪找哎、欸，好像没有在这里哎、欸。哎呦，我忘记了啦，你找一下。
谢谢朱莉安的猫铃铛。哇，我都忘记了耶。天长地久，照片是不是不在这？谢谢朱莉安的行李箱，谢谢朱莉安的行李箱。金沙，是金沙还是金沙？金沙，金沙。哦，两年多前，哇塞，你很厉害哎！谢谢朱莉安的 Level 3相许，谢谢 Daisy 姐姐的相遇，谢谢朱莉安的一生一世烟火，哎，永恒族哎，我看一下预告，等一下哦，我先看一下预告。哎，谢谢朱莉安的人气水晶蔷薇，素物对素物，谢谢朱莉安的 Have Fun， 谢谢朱莉安 Have Fun， 我看一下永恒族哦。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永恒族。谢谢 Daisy 九九的缘分。永恒族是很像超人吗？谢谢 Daisy 九九的银白芒，粉色芒花。We need to find the others. I haven't seen some of them for centuries. 哎，他有演。Hi. 这么多人有演。This is what the end of the world looks like. At least we have front row seats.You know what's never saved the planet? Your sarcasm. We've loved these people since the day we arrived. When you love something, you protect it.那个永恒族的我不太懂永恒族，我不太懂永恒族的那个大魔王是谁。我跟你说，我们看，我看电影就是这样，我看电影就是这样子，我看电影超专心的，我看电影会呈现一个就是无人能入，就是无人能无孔不入吗？就是无人能打扰的那个状态。对，我是忘记，没有，不是忘记我在直播，我是在欣赏那个永恒族的预告。对，有看到睡着过吗？好像不会，因为我通常我会去电影院看都是我非常非常有兴趣的电影，所以我通常不太会睡着。对，然后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照片，只看到这个有点不清楚，那一天海水比较浊一点。对，这边只有这些照片耶。对啊，这边不清楚。对，超大只的。上一次看什么电影我忘记了，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去看电影了，因为疫情嘛，我已经超级久没有去看电影，我真的忘记我上次看什么电影了，完全没有印象。对，就是一条很大的鱼啊。对，拜拜唐海小弟，晚安。反正就是你去到那边之后嘛，然后你就找一个船夫，然后你们就一起先坐船到出，就是到一个海的中间，然后就会
他就会就是让你下去那个，应该是鬼灭之刃哦，应该是鬼灭之刃哦。然后就是啊、哦，反正啊，怎么跳来跳去，好，反正就是他就会让你下去啊，他的船身旁边会有那种杆子可以扶，然后他就让你扶在那个杆子上面，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喂金鲨吃东西，就是他们就是会把食物丢下去这样子，然后金鲨就会来吃嘛，然后其实那个金鲨就是。他们可能习惯了吧，他们完全不怕人，他们就会这样穿悠游在你的就是身边，然后吃东西这样，然后你就可以潜下去看他们吃东西。对，要保护的不是莎莎，是这样。Hello， 小黑黑。对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与这个经验有点难用嘴巴，就是他的那种震撼感有点难用嘴巴来讲出来，反正就是。你们自己去到那，你就会觉得哦，好奇妙！我跟金鲨在同一个很靠近的空间，而且他们就是说你千万不能碰到金鲨，不能拍打金鲨，就是尽量不要接触它。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反而是金鲨一直靠过来，就是他们根本就是没有就不怕我们，他根本不怕我们，然后他们就会自己游过来，然后就说、欸、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我不想碰到你，可是他们就会自己一直过来这样子，对，超害怕。超害怕就是碰到他们，因为要保护他们嘛，对啊。叫声这个就要看你幸不幸运吧，我觉得要看当天那个金鲨的心情，对。然后他们吃完，他们就，我觉得他们是跟那个渔夫那边就是有一个默契了吧。谢谢 Jesse 舅舅的粉色蛮花。我没有自拍照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没办法拍照，我们那时候只能，我们那时候就专心的在体验这样子，对。我不知道金鲨叫声是怎么样，我没有，我好像没有听到，我那一次去好像没有听到，反正就是他们跟就是渔夫就感觉已经有个默契了，就是他们知道这边可以有食物可以吃这样子。谢谢玉成的银白蛮花 ，Hello 明丽，谢谢玉成的银白蛮花，谢谢玉成的银白蛮花，是很有传统，你没有听过哦，秘书。你只看过与龙共舞，我也常看与龙共舞。对，当天潜水没化妆很丑。对啊，当天是完全素颜的情况，所以好像没什么想要特别记录了，纯粹想记录金鲨，没有想记录我们自己怎么样。没有啦，就是我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人都这样，就是有时候反而是要努力用眼睛记住当下的感觉。因为就是像很多时候，你就想说我要拍下来，我要拍下来，我要干嘛？可是可能你会忙着要去拍，然后就忘记了要努力感受当下的那种心情，就是很矛盾。就像有时候看烟火啊，你可能会想说哦，烟火好，就是你会不专心，因为你会就是想要拿手机记录下来嘛。可是呢，拿手机记录的时候就很忙，就会分心。我有放过一张岸上是吗？我忘记了。Hello， 接服务就是对拍下来的东西，就是不是当下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就像烟火的震撼，其实是影片其实传达不出来的。对，就是烟火的那种震撼。拜拜伊犁 ，Hello 甲胆，就是那种烟火现场那个砰砰砰的声音，反而是最震撼。可是手机其实没有那种感觉。可是如果忙着用手机拍的话，就好像会有一点分心吗？对，烟火好看吗？哦，我上次去大稻埕的那个烟火吗？我们去那个地方，其实因为今年的活动是要抽签才可以进去里面的，然后没抽签到，你就可以找一些外围的点看，所以我们看的地方是那个。就是另一面吧，好像是它的背面还是哪一面，所以其实有一些视野没有说是最好，但是我觉得烟火给人的感觉还是蛮好的，就是蛮好看。对，在北门那边看到会动的诗雅演唱会的摄影时间，对呀、啊，你有一样感觉对不对？我也就是懂，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是人就是贪心，就是想要记录下来以后回来看，可是当下的享受又要记得，就是很忙很忙，对啊。但我觉得当下的那种心情是
怎么说，当下的感受是很当下的，就是只有当下才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一个很难平衡。哎，对啊，可以架脚架露营。Hello， 一级小玩家。Hello， 现在鲑鱼的银白芒花，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先把脚架架着嘛，然后你就拍嘛，然后你当下就专心的看，专心的看演出啊，看烟火啊，然后之后想回顾的时候再回来看。啊，不是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买演唱会 DVD 啊。最好的方法根本是买演唱会 DVD， 对，或是看其他人拍的，没错。我懂你手机开着，我懂，这个也不错，这个方法也不错。这橘子好酸哦，我不想吃了，我等一下给我妈妈吃。Hello 鱼，你很少拍照，对啊，其实在脑海中最真实，因为脑海中的感觉是照片透不出来的，感受不出来的东西。你看，如果你脑海，我其实有一个深刻的感觉，就是假设你脑海中的记忆力，就是存在你心里面的那个记忆力，如果不够深刻或是不够感动的话，就是即便你看到那些影像，你也只是会回应说，你也只是会回应说，哎，对耶，那时候怎么样，好好笑，那时候怎样怎样。可是就是如果你的那一份感动本身不够强的话，就是其实好像还是少了一点什么。对啊，拍了根本很少再翻出来看，说实话也是啦，就是真的拍的时候好像也很少，我也好像也不会看我以前旅游的照片，很少很少，可是当下就会想记录下来啊。对，当下的就是会想去记录。嗯，是不是？其实你心里的感动够的话，你光看到一张照片就可以唤起你的触动的那种心情。对啊。Hello， 小叔。今天的第六篇，电影里的配乐，买 AKB 台北演唱会的版权。这个，哎，我们演唱会，哇，那很久以前嘞。是几年前？两年前吗？已经两年前了耶。我的记忆力不好，我记忆力还是可以啦，有些该记的东西我还是会记得起来。对，演唱会已经两年前了，好久、哦、想当初以前还可以来去自如，现在真的是，所以要把握当下好不好，一秒一秒约好，你看随时距离都会被随时，你看这是两年前没办法想到的事情，没想到现在见上一面如此困难，对不对？以前就是可以自由飞啊，也不用隔离，也不用干嘛的，也不用戴口罩。现在就唉，无情业配，硬要插入一个业配，不是，这就是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吧？我觉得就是珍惜当下嘛，对不对？你没有看到歌词，其实歌词写的蛮好的、啊，对啊。眼前却又消失不见。Hello， 飞镖，谢谢天主主车车的真情告白，谢谢天主车的真情告白。对啊，想家，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就是你看两年前，或是甚至一年前，谁都想不到现在。既然没有办法说，譬如说离家的人，既然可能他要坐飞机的，就已经变得没有办法说想回去就回去了。真的是像阿贝桑啊，像马友啊，像小迪啊，小琴他们也都很久没回家了，那种感觉。我最喜欢哪一段歌词？哈，这好难选哦。出来了，这很难选呢、欸。你这样子，我这样子。我要怎么去选啊？我选哪一句感觉都不对。我觉得每一句都写得很好啊，每一句都写得很好。我觉得等一下我先，我觉得我有一句唱得很符合现在的心情，就是那个猜你的罪行，就是现在不是戴口罩嘛，就是
那个其实都看不清楚大家在讲什么，有没有那种感觉？我想想看，我最喜欢哪一个歌词？很难呢、欸，很难。天乐老师写的很厉害，有没有？八八八八嘞耶耶！对啊，那我当然选自己唱的啊，对不对？不得罪任何人的方法就是选自己唱的。不会，我觉得我那个啊，你看，舍不得面对你啊，只能努力拼凑曾经，猜你的嘴型有没有？就是因为现在疫情啊，对。谢谢 Perlis 的好忧伤 ，Mina 唱七月生日唱哭 ，Mina 怎么了？Mina 为什么哭？她感触很深，是不是？感触良多。Hello 猴子晚安。在窗台撒娇，周围的山下有艳艳高照，想你温柔的笑，难道无可救药？悄悄那么闹，我要给她多一点关爱。我已经给 Mina 非常多关爱了。Mina 还是觉得不够，是不是？我再多给他一点。从明天开始，我再多啊，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再多给他一点，对不对？我是 Mina 的守护者哎。我当天有试过在泡泡里面吗？没有哎，我当天没有进泡泡，因为进去那个泡泡里面其实很不方便，然后加上一进去很就是其实很辛苦很热，然后。就是为了不要造成那个大家的工作负担，因为你知道我们要进去，首先可能要先消气，可能工作人员要就是弄好撑住，然后让我们进去啊，然后再充气啊，然后一进去一出来，那个装法什么都要整理什么，所以就没有进去体验了。对，因为就是要赶快不要造成大家的负担。对，虽然我是很想进去体验一下。老实说，我是真的蛮想体验看看，因为没进去过啊，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对，但是真的麻烦，对，因为他的那个他必须要先消气，然后他要先就是拉好架好，然后拉出一个洞给我们进去，然后我们进去之后他再灌气，对，所以其实有不方便，对。这一个泡泡把自己打爆。我那天在聊什么我已经忘记了、欸、我们聊很不是啊，我们都一直闲聊，我已经忘记了，因为我们拍很多角度嘛，就要一直聊，我根本已经忘记我聊什么了、欸、对，我是真的打爆吗？当然不是，那当然是一个叫做很厉害的特效啊，科技，那叫特效打爆，看到我打泡泡，对啊，我是打泡泡，对，那是泡泡，泡泡特效。我想这一段的那个间奏，MV 拍很久吗 ？MV 大概是从我们那一天第一批书画，其实是从前一天的11点就开始，然后。弄，画画画，大概画到3点多吧，然后就出发，大概7点，我忘记了，反正就开始拍嘛，然后就拍，然后再拍到晚上的8、9点吧，我其实也记不太清楚，因为就是一直在拍，对，其实是蛮久的，可是拍 MV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拍 MV 很辛苦，我觉得，因为拍 MV 是要。大部分人就是要浓缩再浓缩嘛，就是一天拍完这样，拍 MV 都是要一天拍，尽量一天拍完，对啊，拍 MV 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很赶，嗯。比游泳之前舒服，不同感觉、欸。游泳之前是很冷嘛，然后这个其实我记得拍的那一天很热，然后那个怎么说，就是那个很热嘛，然后你干嘛？你不要那边一直撞到东西好不好？就拍的那天很热，然后其
其实跳一跳就是脸整个都很红，涨红的那一种。对，谢谢余豪追踪一秒是逆时针，一秒，我不知道哎、欸，一秒，这跟一秒，我不知道哎、欸，这样很比较顺啊，可能要问老师，一秒，约好。这样很不顺，这样比较顺。一秒，可能跟上一个动作有关系吧，它是一个连接动作。对，哦，我们的角度是顺时针。对啊，一秒。我觉得这样比较顺。对，这次的舞蹈简单吗？这次的舞蹈简单吗？要看你跟什么比耶、欸。我觉得这次舞蹈算是，应该算比较简单。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舞蹈是有很多队形啊，跟一些小巧思在里面。就是我觉得这次队形安排也研究了蛮久，就是我们也排了蛮久，然后也想要有一些画面感啊那些的。对，但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MV 嘛，还没有看到完整的舞蹈，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舞蹈我觉得画面还蛮够的。对，舞有练很久吗？跟乌吼比起来应该算久啊。其实乌吼也不难，乌吼只有一个字，累。乌吼就是累，乌吼就是比较累，就是因为它很元气的在，就是他呜吼呜吼吼嘛，所以你就要是要用尽全力的在跳。对，然后那个什么，我刚刚说什么，谢谢 Himeji 的 Pop Cat。 我刚刚说什么，就是我刚刚到底说什么。海豚晚安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次的歌就画面很多，就是画面感很不错，然后也很符合歌词的意境。对，现在廷瑞的音班吗？哦，对啊，我们练很久吗？对，我们这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练没多久，然后就暂停练习了吧，因为疫情嘛，所以就后面就中间就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后面再回来再练，所以中间是有隔一段时间的。对，因为疫情关系，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我们到底练了多久。对，谢谢克里斯银白芒花。但因为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啊，因为以前是已经有舞蹈的雏形，就是因为我以前都是跳前辈的歌嘛，以前就是有那个雏形可以就是直接学。这次的话就是因为要从零开始，所以就是其实应该是说编排比以前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然后也是一直调，就是会忘记吗？太久没练，其实还好哎，说实话还好，一下就记起来了。对，一下就想一想就回想起来了。对，然后就是我们其实试了很多，就是一直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就是因为老师要一直试，说他觉得怎么样比较好，怎么样看起来比较好看，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这个。这首歌出现就是它有一个演变史，就是一开始它不是讲这样，就是慢慢修到这样的。对，没有发现衣服区别，你看吧，就这次衣服的小用心。这个衣服的蓝色倒是我很喜欢颜色，然后又是格子，其实我觉得这次衣服还蛮可爱的。对，跟乌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乌猴就是比较就是符合歌曲寓意啊，像我之前不就跟你们说是很梦幻的感觉吗？对，衣服真的很难发现，就是要很仔细的看。我们的衣服就是有泡泡感嘛，对不对？泡泡感。一秒芭蕾呀呀，一秒抓牢。对，泡泡感。喜欢品涵的那件，你是说私服吗？还是制服？我们制服说真的就是一些细节上的变化。对，这次服装我觉得很好看，蛮好看，少女感。谢谢 Daisy 九九的厉害，鞋子差一点，鞋子哦，对啊，我鞋子的选择，鞋子这次比较特别，就是高跟鞋。
高跟鞋，所以我们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绑那个束带，就是那个，对，不然它会飞出去，飞出去，对，飞出去，鞋子有可能会飞出去，要绑那个带子把它捆住。对，这次 MV 最喜欢哪一个画面？好难啊！我来看一下，我来选，最喜欢哪个画面也太难了。Hello Larry。我蛮喜欢大家一起在那个台阳台上面的感觉。对，你的画面上的，对啊，我的画面还不错。来给我，谢谢爸爸。我画面不会啊，我觉得这次大家都有很漂亮的，这叫什么特写镜头？对，这次大家都很漂亮的特写镜头。谢谢廷瑞续费一个月，谢谢廷瑞大胸膛续费一个月。我喜欢哪一个场景？我看一下。记得的叮咛哦，我想说，其实那个草皮，你知道我们在那个草皮上跳。那个草皮超难跳，就是我们有很多转圈，我们真的是用膝盖在 hold， 就是它很难转，它不好转，你知道吗 ？Hello 小甲来了 ，Hello 小伟，就是它其实不真的不好跳，真的是，而且路上会有一些坑洞，坑坑巴巴，对，有时候在用生命在撑，不跌倒，真的是用生命在撑。谢谢 Hello， 谢谢数据门口送的柑橘。对，就 breaking， 就用生命在撑住自己，稳住。对，因为它真的不好站。嗯，当天温度有几度？蛮高的，当天我觉得有30几耶。谢谢小伟的银白芒花，因为我们是8月多拍的啊。对，好险没上，没受伤，但是就是危机四伏。对。在你的最新一路自信跟记得的表情，谢谢江旭桃园新屋。对啊，每次拍MV都会去认识很多奇妙的场景。对，阿乐加蛋，然后想说哦，原来台湾有这么多漂亮的，就是餐厅还是什么，就是这个算什么景观餐厅吗？台湾有那么多漂亮的景观餐厅，对。哒哒哒哒嘞耶耶呜呜！我有这个泡泡。噔噔。以前大学骑摩托车经过，哎呦！这个很久以前就有了吗？还是你大学其实不远？对，草地上应该是一块绿草地，还是可以剪辑出一个绿草地的 MV。谢谢亲爱的真情告白，谢谢杨公公的红玫瑰，又加晚安又加。我们慢慢聊一秒。哦，大概是去年，没有，你知道以我来判断，我想说大学，如果我说、哦、我大学的话，我就想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没想到就是没有很久，对你来说没有很久，对。晚安冰雨 ，Hello 洛克，晚安。噔噔噔噔。对，我大学啊，是7年前吗？这么久？哪有啊？三四年前吧。对啊，3、4年前吧。有机会来台湾，你会推荐我去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去拍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就是包场吧，就是我不知道他平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是他，譬如说他的餐厅啊，或是他是什么，所以。
我不知道平常，我是看你耶，如果你想去踩点的话，当然可以去一下。可是如果你是观光的话，我就不知道嘞，因为我没有去观光啊，我只是去就是景而已。谢谢思远的猫铃铛 ，Hello 建谷，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谢谢建谷的枫叶，我说的很保守，不是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平常去过那个地方，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我怕你又被去了，然后觉得很无聊这样子。因为我去那边就工作啊，对不对？我不是在跳舞，就是在拍照，就是在拍，或是在补妆，或是在弄头发，或是在换衣服，对。所以很难告诉你怎么样。Yes， 哎，不知道播什么歌哎。如果说你是忘记了海上的花火是吗？我听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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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要牵你的手，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欸，可是 YouTube 可以播吗？这样子不是那个版权问题吗？我可以做这种事吗？我可以对自己的歌曲做这种事吗？明天的口袋的天空，故事的是我的，是我的。哦，可是我电脑没有 KKBOX， 我只有手机有 KKBOX。如果是观光特地跑到那里，就要考虑。哎呦，议程专业议程 ，Spotify， 我也没有 Spotify。桃园的才起来，桃园哎，如果你有机会来的话，你应该是在桃园机场吧？那你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对不对？观光在桃园观光一天，对。你应该没事可以去逛逛。对啊，中立，我是不知道桃园啦，我跟桃园没有很熟悉。我不知道桃园有那个啊，什么奥莱？哎，那是在桃园吗？那在桃园吗？那个奥莱，你住机场这边是真的？你只啊，桃园有那个奥莱是不是 ？Hello， 浩哥，哦，差很远是不是？哦，那在林口啊，青埔啊，桃园有青埔棒球场啊，你可以去看棒球，青埔。桃园有青埔棒球场，还有什么？桃园，我跟桃园真的还好，我只知道桃园有机场而已。我只知道桃园有机场，华泰奥莱，还有什么啊？对，我跟桃园，虽然桃园是离台北蛮近的，可是我跟桃园没有到很熟。对 ，X Park， 没有去过 X Park， 哎，是这样念吗？就是念 X 吗 ？X Park， 还有乐天，对我没有去过 X Park。但桃园这样讲起来有蛮多地方哦，对，首信物影城也在桃园，青埔还有环球购物中心，哎，桃园怎么那么热闹的感觉 ？X Park， 信义区推荐哪里？101啊，台北101啊，观光必去吧，指标性的，对不对？台北101，就是我觉得啦，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台北101那个观景台，哎，是观景，这样是这样念吗？观景台，就是楼上最楼上的那个，就是可以去一下吧。就是因为像我们不是观光的心情，我们都会想说，就是那个地方那个观景台很贵啊。可是我之前好像忘记了，好像是那个谁，就是。我忘记我跟，反正就是某个那个外国朋友，我忘记是谁，是阿贝桑的妈妈吗还是什么？我忘记，反正有一次我就有上去那个地方陪那个观光客上去那个地方，那我就觉得其实上面还不错啊，就是还蛮好看的，就是蛮壮观，还蛮壮观的、啊，就是这个景还不错，对。松烟文创，这不好说。对，上面会不会很冷？我记得，我有点忘记，因为我是超久以前去的。我记得它不会冷诶、欸，我觉得它是室外的。对，它是室外。
它是啊，不不，讲错，它是室内的，我讲错，我记得它是室内的，对。买了蓝蓝桌历，2022我要来，当然是一起用啊，对不对？一起用好不好？你在上面找到自己的家吗？我觉得找怎么可能找得到啊？最好是找得到。那个上就是你上去那个大楼的观景台，像我去日本玩也都会去观景台看，我就觉得观光客很适合去观景台，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氛围，然后。就是我每次都觉得我上去观景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要怎么讲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们去参观博物馆或是什么的，不是都会有很多那种建筑物的模型吗？101大概要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帮你查一下。但我很想说，就是你站上去之后就会有一种很像下面的房子都是那个建筑物的模型，我不知道怎么，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建筑物的模型，就是博物馆不是会模拟以前可能怎么样怎么样啊？啊，我知道，或是那个房屋的模拟，就是模型屋，对，就是会有一种下面都是模型屋，然后就觉得。很像下面是小人国，就是我觉得很酷欸，然后晚上还可以看夜景，可是101好像晚上没有开放，是不是？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对，谢谢朱磊哥的银白芒花线上，我帮你看多少钱。观光大使，谢谢朱磊哥的银白芒花。欸，要怎么查多少钱啊？线上购票。我帮你看一下，我有去过室外，我好像没有去过室外耶。我因为我其实好像只去过一次，然后那一次好像就没有去外面，而且还可以坐那个高速电梯。欸，现在好像很便宜耶，现在季节限定5折耶，笑死。欸，现在只要190，欸，超便宜耶，还不去？现在只要190耶。你们还不，你各位还不去一下？欸，是确定的吗？现在只要190。欸，现在只要190欸，现在超便宜耶。哦，因为现在没有观光客啊。对，因为现在没有观光客，所以现在原价好像是300多吧？原价是300多，300多其实想想也没有很贵，说实话。对，原价是300多。我去吗？我去过，干嘛还去？我去吗？竟然打折了190，怎么那么便宜？我懂吗？因为现在真的没有那个啊，现在没有观光客，现在没有办法旅游，这什么旅游签证，对不对？所以现在就因为平常人真的不太会去啊，可以买一张会所券。我明天在上面等你，我明天没有空，对。欸，怎么那么便宜啊？我以前一直以为很贵欸。300多算贵吗？如果300多算贵吧，我不知道观景台都卖多少钱，但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值得一去欸，好像可以去一下哦。一家人哦，对对，一家人上去就有点贵。对，300多还行，我记得以前真的很贵。对，我记得以前是那种，以前是真的很，我怎么记得以前很贵啊？我真的记得它有一阵子很贵啊，还是误传那些消息。Hello 家居一张握手券，现在的那个货币是握手券来计价，是不是？握手券计价法。等一下要播什么歌？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寂寞压抑。哦，外国的人要540啊，真的、哦？你看吗？外国人来很贵。101有纪念品卖吗？应该有吧？这种难得的地方不卖纪念品吗？肯定要卖一下啊！应该有。哎、欸，我真的是，我去那个日本玩的时候，真的都有去他们的那个高楼。对，我觉得是以一个观光客的角度来说，我觉得
去一下那个是还蛮不错，看一下夜景。对啊，等一下要播什么歌？101的积木，101的积木听起来好像蛮可爱的，是那种乐高吗？还是什么？哎，我要播什么歌啊？完了，又开始选不出来，播歌障碍。你家蛮高的，真假？你家几楼？外国人都比较贵，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不知道哎，难怪一直有那种谣传很贵。Hello 邻国 ，Hello 坦克，二十七楼是蛮高的哎，二十七楼哎，听起来有点可怕哎，我要播什么歌啊？播这个好了，很久没听这个了。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怎么放任了？感觉地震就很可怕。香港有地震吗？谢谢一生只等红玫瑰，谢谢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都做的，谢谢小贾来了的枫叶，谢谢 TA 班长的猫铃铛。说不心酸那是假。对啊，香港没有地震。谢谢 Jesse 九九真情告白，在香港住高楼也没关系。谢谢 TA 班长的银白满花。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话你都说，爱我的事你不做，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你的悲伤不残破，我也会把曾经的结果当施舍。香港会看到哥吉拉打金刚，他们有时他们跑到香港打也没办法啊，对啊。我今天上方装正蛮好看，真的吗？谢谢大家的称赞哦。最近大家看到我直播化上班妆，上班妆的几率应该蛮高的，毕竟现在宣传期嘛，对不对？我也是会努力的宣传。对，谢谢天主所说的看好你哦。深刻，每个字都刺穿我的心脏。是红色。Hello Roman，Hello 阿 Ben， 今天是节目录影吗？今天不是，今天是采访。对，今天是采访。谢谢小贾来的枫叶，麻烦每次画成为宣传期的话有机会。谢谢 Roman 的猫铃铛，谢谢 Roman 的厉害。对，不散播。一堆业配照片，我现在已经每天都 po 很多业配照片啦。对，只是我那个什么，我那个啥，我前天，我昨天前天比较忙一点，就没什么，就没办法 po 文。对，星期的第三集，星期第三集最好看吗？大家每一集都要多看几遍啊。对，晚安蓝武士。大家有没有 YouTube 留言啊？留言分享，我自己有看吗？第三集我还没有空看，前面几集我有看。对啊，因为我前天，我昨天也蛮忙的，昨天，然后，对，最近偏忙。Hello， 音开，哎是啊，我又忘记了是音效，啊，我又念错了，是音效。对，最近都在刷眼皮，谢谢，谢谢阿 Ben 的真情告白，我又忘记了。我又念错了，可恶！是音效，对，音效。哦哟 ，Hello 流星麻将，对，我最近真的比较忙一点，对，是音效，对不起。哦哟，我怎么又念错了？我还没打疫苗哎。对啊，同意晚安。对，
了肉跟面面，我还没打到。对，谢谢夏次明。不好意思，音效我念了，我又念错了。我上次好不容易念对，我现在又念错了。谢谢蓝武士的枫叶，没有，我每次都念音开吧，我记得。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我念错了。对，同意打疫苗，我也还没打哎、欸，加油！我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你分享，只能说加油。那个多吃维他命 C。多喝水，我不知道哎、欸，大家都这样说。对，一二三 ，Hello， 一二三，等等，真的改名应开，同时改名应开。Hello， 克里斯 ，Hello， 哈喽。若不是你突然闯进，噔噔噔噔 ，Oco 习惯了 ，Oco 疫苗还没约好，我再努力约好了。对 ，Hello， 哈喽。疫苗还没约好，我疫苗有约好，但是我疫苗还没约好。对，流星麻将等一下开五单，希望你每一张都可以抽中我。我拿到五倍券了吗？我拿到五倍券了，谢谢柠檬的厉害，但我还没有想到要怎么花我的五倍券。在小笼包派上用场，在任何食物我都可以派上用场。嘴巴很大，没有，其实我是很会瞧，就是那个角度可以让它就是 一口进去的角度。对 ，Hello Goro 零五六，你都还没看到是呀？如果没看到我，你更要来握手会看我。对，因为你代表你就是施雅不足，所以氧气不足，更需要在握手会补充一下。对，真的吗？谢谢瑞，谢谢，我有进步，好开心呢、哦！谢谢，没有，我觉得那个制作人跟林一姐就是帮了我很多，教了我很多东西，我觉得有学习到很多，对，所以很开心，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对，氧气不足，大家氧气不足，对，已经游到奇经出海口了，快了，快了，快了，奇经快了，还有一段路要走。对，你有开了三套。开了三套我吗？还是什么？谢谢林阳，要缴学费。对啊，我真的很感谢节目组。对啊 ，Hello 苹果吗 ？Hello 毛巾哥，屏东哎、欸，你们真的有去屏东，真的可以去我推荐那个淡水溪那个旧铁桥、旧铁道桥。对，那个那边是真的，我觉得还蛮值得去，就是那种散心啊，然后。散步就是旅游放松心情，很适合去那种很开阔的地方，真的很棒。很远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坐在车子上面，我不是开车的人，我不知道到底远还近。很远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屏东人可以解答一下。反正那个我觉得那个景很漂亮啊，对。那边很远吗？有没有人可以说一下？没有，好不好？我那一直睡。那边不远，那边不远，那边不远。我跟你们说，你们有去屏东，真的可以去一下那个景点。我真的蛮喜欢的，就是那感觉很棒。对，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下趴的县民公园，我不知道。而且，哎，谢谢苹果猫续费一个月，谢谢苹果猫续费一个月。那个我知道，怎么说？我那时候因为其实我好像没有去过屏东，我好像之前没有去过屏东。然后那个我那天去才知道，屏东原来中间有一条那个，那是河吗还是什么的？就是很像，就蛮我不知道哎、欸，很像。我想，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这个城市规划很酷，可能是因为以前就是这样吧，就是中间有一条河穿越过去，对。流浪到屏东 ，Hello， 流浪到屏东，刚好你就出现了，这样子，我觉得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溪，欸、高屏溪，我不知道、欸，哎，忘记了，反正就是，哎、欸，怎么那么多广告？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子开一开，可以看到那个溪啊、河啊，就觉得这感觉很棒，不是去乡下的感觉啊，我就觉得很开阔，很棒，对。我是觉得很
很适合旅游的。对 ，Hello CJ， Hello 勇哥，旧铁道桥那边没有，那边好像是另一个桥，忘记了，还是什么另一个河，忘记了。讲完开场就忘了，不是那个这么久以前录的，现在早就那个抛弃。谢谢 Jessie 就是真情告白，不然我要记很多事情都忘记。高雄好玩吗？我觉得这样不能这样评断欸，因为我去高雄的时候我就去仁武嘛，然后我去屏东的时候范围就比较大一点，所以我觉得好像不能这样判断。对，回应我一个小火点头转着手，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能不能所有感觉，别再紧紧关在只有自己的世界，温暖太阳为你迎接，哦哦哦，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二一大叔是人五人，那你看了我们那一集你有什么想法吗？对芋头的稍微改观，是对芋泥吧，对芋头本身其实还好，对芋泥的可能接受度比较高。对，谢谢吐司吐司的告白气球，谢谢吐司吐司的告白气球。哎，怎么那么多人五人啊，是真的吗还是骗人的？谢谢益生菌的红玫瑰。人五的确没什么好玩，可是我觉得人五蛮悠闲的感觉啊。谢谢 River 的掌声鼓励。那人五我们介绍吃的，你们有吃过吗？谢谢天主社车的红玫瑰。我真的会再吃芋泥吗？我觉得我会考虑，对，我会考虑看是配什么料，配肉松什么，我可能会想说，哎，我可以试试看。可是如果是那种什么芋泥蛋糕，可能我就不会想考虑，因为芋泥蛋糕就只有满满的芋泥味，就还好。对，让你能再做些回应我一个小火点头全接受。屁啦，怎么那么多人五人，太多人五人了吧。你们通通是人五人是不是？大高雄鹅肉，大高雄鹅肉真的好吃，我自己觉得是真的好吃，而且他生意真的很好啊，就是他店面超大，可是坐超多人的。对，哇哦，再靠近一点点，能不能再勇敢一点点，就算让我知道我永远只是单恋，我也会藏着感谢笑着和你说再见。你是小五哥的人，你的小五哥是哪个小五哥？他们开30年以上，老店老店。屏东的真的蛮酷，那个冰店真的好吃，大家可以去吃那个冰店。其实每一间我觉得都是真的还蛮好吃的，他们介绍的店是真的都蛮厉害，我觉得都蛮好，蛮会找。对枣泥有改观吗？枣泥没有，我不吃枣泥，我讨厌枣泥。对，泰国菜不行，泰国菜会怕。芋泥跟泰国菜是两回事，对，这是两哦，那小五哥哦，我知道小五哥，小五哥我认识，我知道这个粉丝，是粉，他现在是粉丝，他是我的粉，他是不是只会去看我妹的直播？小五哥好像不会出现在这个平台，对，蛮喜欢那里的，对呀，屏东也给人一种很悠闲的感觉，对，重回去等回去吃什么意思？你等你回去吃是不是？你要等你回去吃。Hello 袁凯，屏东是灯会哦，对。可是我跟你们说，我去屏东灯会完全没有去到屏东的感觉，因为就是那种表演就是快闪啊，就是你根本没办法，你就是坐车，然后坐，然后坐到那边，坐到会场，然后下车之后开始彩排、弄东西、表演。等待表演完之后再上车，然后再上车之后又坐，然后咻一下又回到台北了。对，台湾还有哪些地方是你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其实我也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我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我可是我现在工作的，我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去过蛮多地方的。对，但是因为工作跟旅游的感觉就是其实不太一样，就是
工作的话，你当然心思还是哦，对啊，我没有去过金门。就是你工作的话，你当然就是心思会放在就是认真工作上面，就不会有那种旅游的心情。可是你旅游的话，你可能会自己规划景点，说哦，我想去吃那个，我想去吃哪个，然后我可能想去哪里这样子。但是工作就不可能嘛，工作你一定是先记好工作的事情，所以就是工作的去跟旅游的去真的不太一样。对，东沙环礁没有去过，怎么样？你有去过吗？要先签下去，先去当兵是不是？如果有一天。啊，竟然没有歌词。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工作没时间也没心情玩。对啊，确实工作没有办法分心。对，你上次不是因为工作而离开台北，有没有一年前？好像。好像有欸，我因为我现在很少，我根本没有出去玩啊，我根本没有出去玩，我自己不会出去玩，因为我不会开车，也不会骑车，对，我自己是不太会出去玩，对。Hello， 阿努纳奇，所以我在台北才比较。来去自如，因为我在台北，我可以坐捷运，可以坐公车，就是大台北圈。对啊，我出了台北，我就有点要靠，可能要靠公车，靠火车。对。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笑，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我想考驾照啊，我是想考啊，可是我现在也没有时间啊。哎、欸，你知道现在考驾训班不是要排队吗？因为现在有那个什么疫情规定还是什么，还是是吗？有这回事吗？我不知道哎、欸。现在考驾照好像要排队，对。也许是真的，我想的太多，也许该倒被我。梦里会相遇，就毫不犹豫，大声地说我要说。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可乐当你吵，钱砸过去就可以先拿啊？真的吗？驾训班也这么黑暗吗？我 maybe 有先考到会刺激你吗？还好哎、欸，还好。我觉得我妹不会去考哎、欸，说真的，在台北真的要取得驾照，那个动力真的很低，因为我真的不会在台北开车，我真的觉得我不会在台北开车，对，所以我觉得生活在台北要考到驾照真的是，除非你很喜欢开车之类的，对。当你的眼睛，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喜，我对开车没什么那个，因为我觉得找停车会很麻烦啊，对啊，而且还要付停车费，我就觉得，对啊，爸爸也不会把他的车给我开，绝对不会，爸，我根本没车，我考了驾照也没车可以开，因为我爸爸也不会把他的车给我开。我想的太多。开车，我觉得开车比骑摩托车还好玩的感觉。骑摩托车，摩托车比较可怕，我对摩托车比较觉得害怕。对，但我真的觉得停车位很麻烦，我就想说还要找停车位、欸，有时候台北根本找不到什么停车位，我自己走在路上都没看到有停车位了，对不对？台北是确实很麻烦，所以就坐。而且我跟你们说，有时候其实。就可能你出门，然后你很急嘛，就是你可能想说坐计程车，可是有时候搞不好你坐捷运比坐计程车快，因为会塞车，可是捷运不会塞车，对。然后计程车当计程车塞住的时候，你真的是在车上就是很坐立难安这样子，对。所以还不如坐捷运，真的，有时候捷运就是一下就到了，
对，对啊，公车跟计程车会塞车，尤其是你上下班的时段，像我有时候就是上班坐公车去上班的地点，就是可能要什么，本来是二十几分钟，要四十几分钟才会到，哎，超久，对，所以我都尽量坐捷运啦，我就会选捷运，因为捷运就不会塞车啊，所以我基本上都是选，我都是坐捷运的人，对，很少坐公车。我的灵魂不知飞腾，为我爱的人。捷运也是很久了，对，但至少捷运不会塞车啊。捷运就是你只要上了捷运，你就可以开始算你多少时间会到了，对。可是公车是你上了公车，你也不知道到底多久会到，因为你不知道它的速度，对，对，被塞在高架桥上，那个动弹不得，真的是动弹不得。谢谢羚羊的掌声鼓励。夏天的尾声，无所谓的过于激动，我们有笑容，我们曾心动，不再是无动于衷。明天的安稳，为你变坚强，相信你的眼神，不敢想不敢问，有一天坏的可能。无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我的灵魂如此沸腾，为我爱的人。谢谢果冻九号的爱心小蛋糕。我喜欢捷运还是公车？我喜欢捷运，我喜欢捷运，就像捷运就是不会塞车啊，我喜欢捷运，对，对啊，下班赶活动是不是很急，很怕迟到？谢谢羚羊的掌声鼓励。我觉得捷运就很棒啊，就光不会塞车这点就很好，对。我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为你计程车跟公车。那当然选公车啊，计程车那么贵。我这个人真的是非不得已才会坐计程车，就快迟到或什么的。对，平常不会坐计程车。对，谢谢默默的猫铃铛，谢谢默默的猫铃铛。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我的灵魂如此沸腾，为我爱。我出入是司机站，我哪里有司机？我只有 barber， 没有司机。谢谢 Honey 的厉害。我会晕车吗？欸，我会耶，有时候那个去露营什么的，然后可能是去那种比较要走山路的地方，就是要上山，我会晕车耶。我跟你们说，其实我还蛮常晕那个山路的，然后我会吐，然后我吐完之后就好了。对，我算是好很快，就是只要吐出来就好一点。对，星期五下班，对啊，下班时间都很塞，好不好？平地会吗？平地就比较少，我基本上会晕都是有山路的时候我才会晕，然后平地我就是不太会。对，平地不太会。看手机？没有，没有在看手机啊，我来看电脑。对，哎，对啊，通常啊，你们知道那个有时候我可能吐不出来，然后只要那个，比如说下车或是开窗户，然后我闻到外面的空气，然后打一个嗝，我就好了。我觉得超神奇的，有时候只要闻到那个，有时候只要闻到外面的空气，呼吸一下，就突然间好了。我觉得人体构造很神奇。对，我是可以在车上玩手机的人吗？我不太行，我只能玩一下下，就是短一点的时间可以，可是长时间的话我会晕。就是如果我在平地，不管在平地还是山路，就是我就会觉得蛮晕的，就是我开始觉得受不了，就是有点感觉，有点要晕的感觉，我就会赶快关起来，然后
眼睛闭着睡觉这样子。但我之前有听，就是谁讲，我不知道，我忘记我爸还是谁讲，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会晕车，可是开车的人不会晕车，就是如果你是主要开车的那个人，就是他不会晕。所以呢，诀窍就是你要看着眼前前面的路，如果你看着前面的路，就好像不太会晕了。对，就是飞机会晕机吗？我平常不太会晕欸，就是我只有一次，好像是去日本玩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一天就是气流很不稳定，然后就一直很晃很晃，后来就有一点晕，就有吐这样子。但其实一般来说都不太会。对对，平衡感是靠眼睛，然后如果你就是盯着前面的路，开车的路就不会晕了。这不知道谁讲的，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因为大家发现开车的人基本上都不会晕车，对，身体比较稳。哦，真的哦，我不知道哎，因为我没有开过车。对，我还得了，我开过车还得了，就没有驾照还开过车。对，酒驾被心动，那些你和那些你的梦，我陪你去做。会晕的一定是坐车，对，像我妈妈也蛮常晕车的，我觉得跟那个有时候这是不是遗传啊，基因遗传，对，我妈妈也很会晕车，开车的不会晕车，我开过卡丁车，算吗？算吗？开过卡丁车 ，Hello Jack， 才有开车的人才不知道乘客被甩来甩去，对啊。我有坐过哥哥的机车吗？我高中的时候好像有坐过，忘记是就是年轻的时候有坐过，后来就没有坐过了。对，高中的时候好像有点印象不深，没什么印象。对，什么？我脸本来就很小，好不好？没有，角度问题，角度问题。对。现在老了，对啊，我现在老了啊，我完全承认我现在很老。年轻时候，学生时期，哥哥还没有那么忙的时候。Hello 阿华，哎呦 ，Hello 爱死 ，Hello Red， 哦，你看 RED 是 RED， 对不起，是 RED。Hello 小叶 ，Hello 爱死 ，Hello 老虎。学生时期是几年前？我被我哥哥载的话，学生时期高中吧。7、8年前，谢谢廷瑞的厉害，谢谢廷瑞的厉害 ，Hello 齐威，谢谢廷瑞的厉害。对啊，为什么每次头发放后面，脸就会小一半？人家不会通常都拿头发来遮脸吗？然后我是那个不能用头发遮脸，搞什么东西？为什么？是有什么误会吗？就是有什么误会？现在都找女朋友不理妹妹，哎呀，合理啦，我也不怪她。谢谢林果的可爱的小肉球，我也不怪她。对啊，我就脸小，不知道。通常不是都拿头发来遮脸？谢谢 Sam 的真情告白，谢谢 Sam 的真情告白，对，很神奇。谢谢益生菌的掌声鼓励，谢谢益生菌的掌声鼓励。所以我的公式法是不是应该换成马尾？不是，可是马尾超难绑。马尾自己很难绑的好看呢、欸，我跟你们说。对 ，Hello 梦，谢谢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谢谢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露出来才是整洁，真的，脸越遮越大。粉色会飙升，可是马尾其实自己不好绑，说实话，自己绑的话很容易，就是很乱翘啊什么的。谢谢柏林的告白气球，谢谢柏林的告白气球，谢谢惊喜九九的枫叶。快点，大家帮我证明一下我脸是小的，好不好？好不好？谢谢天鼠车车的真情告白，我的脸明明就不大。今夜晚安，谢谢灰仔的真情告白，你就在我身边。
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想你的夜，脸大是比较出来的。喂，嗯，谢谢 Police 的告白气球，谢谢 Police 的告白气球。脸对啦，说实话，脸大脸小是比较出来的。对，马尾为什么会在家买？什么？那我当然绑马尾啊，我会绑马尾，好不好？好不好？绑马尾，好不好？这么喜欢马尾，我怎么会去绑马尾啊 ？Hello Masa， 你走远。Hello Masa， 漂亮也是比较出来的，什么东西都嘛是比较出来的，好不好？可以这个法式吗？这个法式，这个是那个哎、欸，这个是随便拿的那个捆面捆不到捆电线的东西哎、欸。谢谢瑞带我去流浪，谢谢益生菌，谢谢瑞带我去流浪。瘦脸秘诀在你们旁边，这个秘诀非常好，我非常认同这个秘诀。瘦脸秘诀就是站在大家的旁边。谢谢推奖，谢谢肯尼，谢谢肯尼的枫叶。哦，发型哦，我想说你要这个法式，这法式是缠电线的，对。对，握手券多少还是比较出来的，没事，我们跟自己比就好了，我们不跟别人比，对，我们就跟自己比 ，OK。敌人永远是自己。想你的夜 ，Hello 国勇，国勇要不要来我的握手会？站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能否为我改变？哦，想你的夜。手会前会先说吗？通常我只会说穿什么衣服，对。但如果你们想要马尾也是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of course， 没有什么不行的，想要什么都可以说，好不好？我们一起讨论好不好？对啊，这错怎么那么怪？何去何从？先去后面。礼拜四又有工作才直播吗？礼拜四有工作吗？礼拜四我有工作吗？我忘记了。礼拜四我看看我的行事历。哦，我礼拜四好像没有工作，我不知道哎、欸，我等一下看，我等一下检查一下。对对对，礼拜四，哦对，礼拜四的八点有官方 YouTube 的直播，就是那个。五单的宣传，大家记得锁定8点到8点半，预计啦，我也不知道会到几点。对，没工作就会是比较日常的妆，大家好不好？日常妆容。哎，要播什么歌？谢谢柏林的枫叶。对啊，八点看小晴，九点看诗雅。要把重心放在哪一天？两天都要来啊，两天都要来，没工作不用洗头。对啊，那是礼拜四的事情，还没想到。对，我还没想到自己洗不洗头这件事情，我比较随性一点。对 ，Hello Wilson，Hello 西兰。有什么大事公告？可是大事不会这样子。吧，我也不知道哎、欸，感觉大事我不知道哎、欸，我也不知道那个公司的风格是什么。对，应该是两天都会去。谢谢天主鼠车车，结果是闲聊。喂，什么闲聊？我们认真的在聊，是宣传，对，是宣传，对。谢谢欢迎但是的厉害，还有七件发表，还有七件七个宣传，哎，是还有七次吗？对，还有七次，对。哎，我也没有办法啊，我不知道哎、欸，这是运气问题吧？对，运气问题。
谢谢博生的支付的首领，谢谢中影的告白气球，不是，可是氢键讲出来了，氢键真的很难，氢键是真的很难吹出泡泡。对，我冰果没游戏体验，超级没游戏体验。对，惩罚太弱，没事啦，我们是一个合家欢乐的平台，我们惩罚不用太那个，对，我们惩罚不用太那个太残酷，对。正常来说，就是要能够吹出泡泡的话，都要选那个飞雷，对，飞雷。没想到绿草地竟然成为制胜关键，真是的，对。正常来说，就是飞雷比较容易吹出泡泡。我从来没有用氢键吹出泡泡过，哎，对。但是飞雷可以吹很多泡泡，对。可是现在好像很少地方买得到飞雷，不然飞雷的葡萄口味超好吃，我超喜欢飞雷的葡萄口香糖。对，可是现在今天才来听你唱这首歌好听啊。这首歌的 MV 的那个秒数是4分24秒，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有一种缘分，对，跟他有一种缘分。超商有卖，我不知道，我最近去超商都没看到，对。难过，换包装了，可乐口味我觉得还好，我真的觉得葡萄口味超好吃，巅峰葡萄口味，对。就放心去吧，幸福和快乐自由的飞。你看是4分23，是4分24啊。祝你幸福，啊，唱错了。只能想念你，不是吃剩的啦，是特意去买的啦。可乐口味有气吗？我没有吃过，哎，我不会花钱买可乐口味，我花钱一定是买葡萄口味。哎，我还记得以前一条就超便宜的，现在不知道多少钱嘞。以前好像才10块还是几块，现在应该涨价了吧？对啊，现在应该涨价了。找不回来，我还有话想对你说，舍不得说，来不及说离别的话。就是我还小时候的时候啊，我还童年的时候，上课时可以吃吗？你说口香糖吗？通常好像上课的时候是不准吃口香糖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吃，你就不要咬就好啦，你就把它藏起来就好了。对啊，你就不要咬它，老师也不会叫你检查吧？对啊，就放心去吧，祝你幸福和快乐，宝贝，有天使在你身旁，就放心走吧。除了记得你在脸上身影以外，只能想念你。检查就吞下去，我不敢吞口香糖，哎，我觉得吞口香糖感觉会噎死的那种感觉，不要吞口香糖很可怕，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吞口香糖。送上握手券，请看他自荐，谢谢你的道具流浪，快点看他自荐哦。谁想要思雅的握手券？吞下去不会消化，很可怕。你吞过很多次了，你为什么要吞口香糖？为什么？就吐掉就好啦，为什么要吞口香糖？有什么奇怪的那个吗？坚持吗？为什么要吞口香糖？很多人在中立光能区去绕，都在看有没有现货，真假的？是不是货很短缺，货不太够？对，懒得吐，不要那么懒，就拿个卫生纸吐啊。Hello， 一二三，要消灭证据。Hello， 奇伟，哎，可是有时候想睡觉的时候，其实吃口香糖是还蛮容易提神的。对，可是口香糖不要吃太多，因为口香糖会有咀嚼肌。对，咀嚼肌其实还蛮讨人厌的，就是很容易脸会变大。光芒完全没货，
那你们都怎么买？打电话去订预购，打电话预购。谢谢吐司吐司的掌声鼓励，谢谢吐司吐司的掌声鼓励。我的脸不要吃，我的脸真的没办法吃哦，我不能吃口香糖，咀嚼肌会变大。对，网络上订，大家记得可以网络上订哦。谢谢樱桃猫的野餐篮，谢谢飞镖，谢谢樱桃猫的野餐篮。Hello 小豪船又没货了，艾斯买了没？艾斯。谢谢辉仔的掌声鼓励，谢谢辉仔的掌声鼓励，大家订起来好不好？订起来，订起来！谢谢小白的猫铃铛，谢谢小白的猫铃铛，直接去家家买，我不知道哪间唱片行买得到哎、欸，你们可以都试试看。谢谢博成的厉害，前两天博客还订很便宜，现在还有吗？还是已经错过了？已经错过了是不是？博客还没货中，第二批要等两周，还在等，对。现在没了，大家看到就要赶快把握机会 ，everybody， 买起来。对 ，MV 看起来好不好？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哦，谢谢 Ray 的星星小卷游戏，谢谢 Ray 的小卷游戏，谢谢圣斗士星矢的缘分相遇 ，Hello 蓝熊，晚安红，要宣传一下公演吗？公演10月23号有 Daisy 的公演，大家现在线下现场的票已经卖完了，但是可以买线上的线上公演。对，谢谢玉，对，大家可以买，赶快买起来好不好？买线上公演，买握手券，哦、不是买 CD， 讲错了。哦，对，最后一次14人，今年啦，哎，对啊，学测是1月吧，对不对？今年啊，没有，宜真也是宜真是1月，是不是？反正大家就是因为这个学业因素，就是有别的考量，所以10月是最后一次14个人的 reset 公演，对。学测是1月，对，所以呢，大家赶快买起来，好不好？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机会。对，明年不会有14人，因为宜真就是学业考量。对，天，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学测真的是很蛮适合先专心读书一下，毕竟学测也是。蛮有影响的，对，谢谢后影 ，Hello 大头的谁？哎，大家都是看一次少一次啊，对不对？不能这么说 ，Everybody 都是看一次少一次，对，有没有？大家都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对不对？就是我的美，谢谢 Free Plus， 谢谢 Raku 啊 ，Hello 林檬 ，Hello 板尾 ，Hello 笑笑 ，Hello 初风。对啊，我看一次，我也看一次少一次哦。对啊，人生也是过一天少一天。Hello 初风，所以大家要把握，好不好？一期一会，每天每一次都要把握住机会，每一天都要把握住。对，大家都是看一次少一次，把握当下。对，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谢谢 Zen。什么？三场线上看的精英三场干嘛 ？RED， 我觉得要看你耶，因为虽然是一样的公演，可是每位成员都有每位成员不同的魅力。如果你刚好有时间，然后对我是建议你可以三场都买，然后感受一下大家的每个成员的魅力，对。谢谢提瑞的猫铃铛，谢谢袁凯 ，Hello 文轩 ，Hello 库里斯，谢谢奇味的带我走向阳光的红玫瑰，银行的钱也是，银行的钱也是看一次少很多，看一次少一次，对，多难见到死呀，对啊，大家把握机会啊，哎，已经55分了，是不是应该要念个排名？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哎 ，Daisy 没买到，可以买线上公演呐、啊。
谢谢奇威的厉害，谢谢奇威的厉害，多子买 Daisy， 谢谢瑞，支持 Daisy，Daisy 最后一次十元公演，请大家务必，没有办法来现场的话，大家务必买线上的公演来欣赏欣赏 Daisy 小雏菊十四人雏菊。对，谢谢小梁 ，Hello Rex， 好念排名。噔噔，第二十名是 Sam， 十九名是奇威，十八名是灰仔，十七名是瑞龙，十六名是吐司吐司，十五名是廷瑞，十四名是博晨，十三名是吉米中，十二名是玉，第十一名是林果，第十名是果冻九号，第九名是天竺鼠车车，第八名是 Hoin， 第七名是踪影，第六名是 Police， 第五名是勇哥，第四名是朱里恩，第三名是 Daisy 九九，谢谢 Daisy 九九。第二名，第二名是谁啊？宋思雅握手券是益生菌吗？是宋思雅握手券，对，益生菌，谢谢益生菌。第一名是 Ray， 谢谢 Ray， 谢谢小白的 Sing a Song， 谢谢 Ray 的 Kiss 啾啾，谢谢小白的 Sing a Song。哎，我要播那个什么歌，来。这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那我们就礼拜四见，礼拜四二十一号，对啊，二十一号见。谢谢顽球，谢谢顽球看我从头看到尾我的直播，荣幸开心。明天有工作吗？明天有工作，对，明天也有工作。晚安阿翔，晚安阿贝，辛苦林阳，晚安欧克，晚安君燕，晚安默默，晚安 Neil， 晚安杨公公。哎，中间一度睡着，什么？是我讲话太温柔了吗？让你上睡着了，我下次反省，我太温柔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红，谢谢幻影战士，会长晚安，盛汉晚安，吐司吐司晚安，谢谢吐司吐司，数学课晚安 ，Steven 晚安，中意晚安，安晚安。库里斯晚安，博晨晚安，北渊晚安，玉晚安，阿哲晚安。对，大家等一下记得古看异想天开。钟颖晚安 ，Steven 晚安，默默晚安，博晨晚安，流浪大平东晚安，林果晚安，阿轩晚安，瑞拜拜，天天拜拜，初中拜拜，吐司吐司晚安，黑杰克晚安，瑞龙晚安，博晨晚安，林阳晚安，黑妹子晚安，家居晚安，艾斯拜拜，海豚晚安。流星麻将拜拜，小白拜拜，红影拜拜，克里斯拜拜，我也拜拜，俊颖拜拜，谢谢数学课本的枫叶，谢谢洛克的一生一世烟火，谢谢洛克的一生一世烟火，谢谢阿轩的枫叶，博晨晚安，小莲晚安，一生君晚安，最后一个晚安，默默晚安 ，Frank 晚安，加蛋拜拜，俊颖拜拜，欧克拜拜，林阳拜拜，七宝拜拜，吉米哥晚安，博晨晚安，君燕晚安，袁凯晚安 ，Red 晚安，汤姆晚安，杨谢谢杨公的红玫瑰，思远晚安，李梦晚安。谢谢九九晚安 ，OK 晚安，三晚安，完全晚安，欢迎大家晚安，魏晚安，金子晚安，博子晚安，洛克晚安，秘书晚安，廷瑞拜拜，下播看异想，谢谢大家，记得看异想天开，记得预购孙雪珍年历，看一秒一秒又好 MV， 买一秒一秒的 CD， 填握手券，就喜佑晚安，小梁晚安，博子晚安，四月晚安，天主持车车晚安 ，Ben Lin 晚安。突然好想你，林阳拜拜，应开，应开拜拜，应开拜拜，钟颖拜拜，数学课本拜拜，对，要做的事很多。小叶拜拜，修哲晚安，阿轩拜拜 ，Oco 拜拜，羊毛 Loop 拜拜 ，Neil 拜拜 ，Free Pass 拜拜，奇威晚安，瑞文晚安，谢谢小梁，瑞拜拜，杨公公拜拜。谢谢佳琪，突然好想你。班伟拜拜，博晨拜拜，开心晚安了。明天买 CD， 记得填四哦。谢谢英开，谢谢英开，英开，我下次绝对不会再念错你的名字了，英开。阳光路虎晚安，益生菌晚安，吐司吐司拜拜 ，Elvis 晚安，拜拜大家，林阳拜拜。怕朋友突然的关心 ，Oco 拜拜，
最怕先填 B。好哟，大家可以先填第二天的，对，第二天阿顺，拜拜。你很爱别这个名字吗？那我很开心呢，谢谢英开，谢谢英开喜欢这个名字，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对，你没时间玩餐车了，我现在餐车玩到第二间餐厅而已。对，期待期待见到大家，谢谢。现在叔叔车车该去追乐色车，是呀，该去追那个布谷钟了。飞镖拜拜，谢谢 Jesse 舅舅，期待跟大家见面。虽然明年二月还有一段日子，对啊，那我们可以慢慢期待。Hello 小勋，瑞龙拜拜。一到一百选一个数字，当然是一百啊！一百张都填我，谢谢。为什么要先填第二天？其实都可以啦，如果你们两天都会来，两天都可以填啊。我觉得都行，看你们方便哪一天来。对啊，嗯，先让第二天玩手。对，大家是这样子想。对，谢谢益生菌，谢谢阿奇。小勋第一天可以来，第一天来也可以啊。哦，先启动一天都行都行，大家开心开心好不好？反正离一月还有很长一段日子啊。对啊，如果只有第一天有空也没关系。对，如果你只有第一天有空，你也可以填第一天，没关系。对，就看你们哪一天有空。嗯，谢谢大家，期待跟大家见面。 Cake 晚安，企鹅晚安，大家晚安，我们礼拜四见，晚安。不会啦，总有东西可以聊的，放心好不好，放心。对，总有东西可以聊。综艺晚安， Cake 晚安，飞镖拜拜，吐司吐司拜拜，博成晚安。不然你可以到时候，如果大家那个什么，不是到一月会有一阵子都会那个吗？没有，大家会没有 CD 吗？你就可以卖给大家。可是你要规定大家一定要填我，对，一定要填诗雅才可以这样。微微微微晚安，瑞龙晚安，大家晚安，拜拜。星期六见，拜拜。商业呀，拜拜，大家拜拜。Good idea， 是不是天竺鼠车车？晚安，大家下次礼拜四见。找一个人来模仿你，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哦，这个 idea。打扮成你的样子，穿你会穿的衣服，这样子。好啦，大家晚安，礼拜四见。大家工作加油，拜拜。